希望咧佢嘅演藝道上咧就係、是、注入更多新嘅色彩。四位呢邊唔該。有冇學過㗎？以前細個有嘅，我主要先音樂方面我先係彈琴。咁啊，彈琴，跟住學校可能有啲 drama 玩下嘅時候，有啲歌劇，即係唱下歌啊，演下戲咁樣，兩邊都有嘅。咁但係對於表演方面，自己就可能比較怕醜，就少啲覺得，因為我成日覺得歌手係要好有勇氣同埋好有自信走上台去表現自己嘅工作。咁喺呢一方面，我係比較渣啲嘅、弱啲嘅。咁所以我中意係演戲嘅時候另一種嘅情感嘅表達。但可能個人大咗，慢慢又覺得其實有機會可以唱歌咁樣都係幾好嘅機會，幾開心嘅一件事，咁所以都係好接受呢一個機會咯。係啊。老公嗰個係。佢知咯，係啊。佢都贊成嘅。佢叫我俾心機啦。係啊，係啊，咁佢冇佢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嘅，係啊，咁。我因為呢件事，即係譬如我練試音嘅時候，有成日喺屋企要練歌，咁佢都會聽到咁樣咯，係。咩評價？會唔會可能令住你咁你知道？咁你喺即係你作為一個身邊嘅人，你都係除咗支持，你都冇咩可以做咯。我覺得。咁唔會。同埋我都盡量唔好打攪到。人嘅，即係我都會自己譬如話匿埋喺衣櫃房啊咁樣，即係個收音又好啲啊，咁喺度練歌咯，係啊，同埋去上堂咯，去學唱歌咯。有冇問過老爺啦？老爺有咩意見啊？冇喎，係啊，咁不嬲。知嘅係嘛？知嘅知嘅，係啊，都係都係同 Derek 一樣咯。都係支持咯，係。係因為之前有傳啊，老爺同啊 Sandy 有啲不和啊嘛，即係會係啊，會唔會有啲衝突嗰啲啊？我又冇聽過喎，係啊係啊，咁都係我諗喺即係自己嘅事業方面，不嬲身邊嘅人都係覺得你俾心機努力，因為呢一行最緊要你都係要接受所有嘅緣分啦。會唔會即係簽星夢嘅其中一個原因，想攞下視後嗰啲啊？唔夠膽諗喎，應該唔因為簽星夢係真係純粹喺音樂方面多一個發展嘅啫。咁劇嗰方面其實簽星夢之前，咁啊杜生都好好啦，有俾機會，咁我都已經拍咗兩套劇啦。酬勞咧，係咪天價？酬勞係非常之理想。我天價啦，肯定。唔係天價，唔好成日天價。少咗平台。合理，理想有誠意。係以往有新歌手加盟咧，都好多即係。師兄師姐出席，但今年似一個都冇。咁而家都好難嗌好多人喺度咯，我諗，同埋係啊。你本身有冇話同邊一個？疫情關係，其實我拍劇咧就同Sugar 啱啱拍完一個啦，Hanna 都有同我同劇嘅。Sugar、Hanna 嘅謝東文啦，謝東文啱啱我直頭同佢演一 pair 添，係啦，咁佢都有恭喜我，咁啊。暫時就未認識曬全部人，係咯，遲啲一定有機會嘅。要爭一姐喎，唔好咁講啦，唔係。我會俾心，我即係我會，我每一樣嘢我都會好努力，我會好努力拍劇啦、拍電影，同埋會好努力學唱歌，同埋希望快啲有一首歌，我自己都好期待嘅。